大家好，搿搭是上海明珠前线。今朝阿拉来谈一谈中华民国个历史阶段。中华民国呢，我觉着总体上好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我列了张表格，分别为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之后是1949年之后国民政府起台，就是国民党政府。到1996年开始，台湾第一趟民主选举。后头现在就是民主化的台湾政府。好，辣辣搿个图像里向，大家好看着右手边的是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搿个旗帜。大家假使讲对于民国有所了解的闲话，当然了，江浙人或者上海人，大部分对于中华民国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毕竟阿拉爷爷辈啊，或者更早的参加过国民党或者参加过中华民国的交关个重要的事件，侪了解搿个旗帜。譬如讲搿个白日就是放光芒的，青天嘛就是早上高四分之一，红颜色就代表地高头满地红嘛。但是搿个青天白日满地红搿个旗帜呢，一开始就是中华民国国旗吗？实际上勿是。一开始中华民国辣1912年成立个辰光呢，是以左边个搿个五色旗为国旗个。五色旗呢，是现在讲是北洋政府当时个国旗，但是呢，就是大陆或者共产党搿方面。提起北洋政府好像是负面的，但是当时呢，就是代表了中华民国的法统，或者讲是一个合法性的一个结果，就是选择了搿个五色旗为旗帜。搿五色旗代表了啥个意思呢？五种颜色代表五个民族，红、黄、蓝、白、黑五个颜色分别是代表汉人、满族人、蒙古人，白颜色是维族人。搿个维呢，维人是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所有的穆斯林，还有黑颜色的是藏族人。就基本上除脱西南的搿一些民族或者其他一些更小的民族没包括进去，大部分的地方搿民族，中华民国疆域之内搿民族，侪五个大主要的民族侪包括进去了。搿个是一开始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旗，中华民国国旗。北洋政府或者国民政府呢，是从1912年到1949年。葛末搿个分水岭呢，是1927年。1927年发生了啥物事呢？就是从广州国民党开始爆发，爆发呢就是。开始统一中国，当时呢，勿是军阀混战嘛，勿同个军阀或者勿同个地方势力控制了勿同个省份或者地域，葛末蒋介石就带领搿个国民革命军以武力统一中国，基本上是大家是服从伊个管理个，但是阿拉现在讲起来，当时北洋政府个辰光。1912年到1927年搿辰光，实际上呢，现在历史新发现呢，是更加开明、更加明智的。譬如讲呢，北洋政府当时是三权分立的，搿个行政、立法、司法是三权分立，外加民众也是比较自由的。地方的权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讲是分权制，有搿个联邦国家的架构。1920年的辰光，还有地方自治的运动，理想自治。理想自治嘛，就是讲地方的权力，就是要发展成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所以讲，但是后头来搿个运动，相当于没成功。最后失败的原因呢，阿拉有多方面原因。搿个国民党爆发成功，以武力统一中国，也是其中一个老重要的原因。
国民党呢，国民政府呢，用西方人的英文里向讲法是叫 nationalist China， nationalist China 就是讲，伊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政府，民族主义呢就是以民族利益为上的，葛末左派的人或者讲，对伊自由主义的人反对伊呢，伊就觉着搿个是有法西斯，因为伊侵犯了自由权利或者侵犯了民主，但是北洋政府呢，因为伊是三权分立的嘛，也强调搿个共和国，强调民国搿个性质，葛末英文里向称呼伊为 Chinese Republic， 伊是一个 Republic。之后国民政府呢，伊是 Nationalist China。之后到了第三个阶段，国民政府期望台湾就是讲个好听点是 Free China， 但是对面呢，对伊对立个共产党政府呢叫 Communist China。Communist China 是相对于 Nationalist China 而言的，对吧？国民党弃台之后，阿拉首先要承认搿个中华民国在台湾是确确实实一个国家，因为伊有一个政府、货币、军队啊。还有伊人民土地侪有个，伊是中华民国现在是一个国家，就辣台湾。只有1996年之后，为啥就勿再是一个叫国民党搿国民政府呢？因为伊是开始民主选举了。民主选举个结果呢，就是伊2000多万个台湾人选出来的总统，伊是代，虽然名称高头是叫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伊是伊个权力的来源是从搿2300万台湾人而来的。譬如讲，阿拉上海人并没参与投票，葛末实际上伊中华民国总统的，伊代表勿了阿拉，只代表台湾人，所以讲现在就叫台湾的总统。所以讲，台湾民主化之后呢，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呢是代表台湾人的，搿个就是相当于发生变化了。所以讲，现在国旗高头看到了搿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才觉着是台湾国旗 ，National Flag of Taiwan， 伊拉就勿会再讲是 Republic of China。大致就是搿能桩事体，但是呢，阿拉还好讲个更加细一眼。譬如讲喏，北洋政府伊个首府是辣北京个，国民政府呢，伊爆发成功之后，首先是宁汉分裂，国民党的南京，国民党蒋介石辣南京，国民党个汪精卫辣汉口，葛末。一开始分裂之后又合并起来了，反正总体高头是南京1927年到1937年，之后是就是抗日战争啊，日本相当于侵略阿拉上海，占领阿拉上海。有些人讲，搿个日本人是有好的一方面，搿个是对个，但是勿管哪能，伊拉是先侵略阿拉个，搿个是勿对个。上海个法治啊或者自由啊也被伊拉破坏脱了。包括租界也是，日本人把伊搞脱个。所以讲当时个首府是辣重庆，相当于北都嘛。之后，现在个中华民国个首都就辣台北。